温热包是用来保暖复热，它把铁粉里面的成分碳粉、木屑、食盐还有泡石粉混在真空的包装里边，那把封口打开的时候接触到空气就会发热其中主要的条件是铁粉在催化的条件之下跟空气里面哪一个成分放出来的热那铁会加上空气当中的氧会比氮要容易反应，所以产生出来的是氧化铁答案选择 B